有一股木炭的味道。哦，会有一些木炭的味道。对，挺期待的。它比较古老，我们还是喜欢这种的。哦，哇，现在就熟了吗？熟了，熟了。哇，焦黄的颜色。嗯，香吗？香啊，香啊，那点哎。哦，燕，我觉得现在这个小房子里面已经充满了香气了。对呀。跟普通的面包真的不一样的。嗯。嗯，来吃点。嗯，大口吃，哇，好烫。哇，好烫，好烫。哇，很好烫。嗯。外面脆脆的。对，怎么样？很酥，香不香？香啊！你不干什么呢？对不起，你快尝一尝。对不起，我应该先让你吃。不用不用，你们先吃，对我一点就行。我觉得这个皮特别酥。外面很酥，里面又特别的松软。嗯、对，你们干啥欺负那个姑娘？光跟那聚着。一会儿给她多吃一点。咱们在这儿都吃呢，你看看她都。来、奶奶要喂这个姑娘了。谢谢。我们的录音师。要长胖了。形容一下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草莓果酱非常的甜，嗯，然后面包是非常松软的，但是外面那一层又非常的酥脆。嗯、再这样吃，奶奶要生气了，所以我们要喂一下摄像师。哎，来尝尝，怎么样？嗯，非常非常的香。不好好说，好吃吗？非常非常好吃。好、啊，喜欢吃就好，我就成功了。好棒哦！谢谢，也谢谢你了。浓香四溢的列巴出炉，给巴斯克节增添了香甜的味道。而阖家团圆的家宴是节日前夕的压轴戏。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, Мать Пресвятая Богородица, нас всех, дай Бог здоровья. Ваньке, почитай. Во имя Отца и Сына и Святого Духа. Аминь. Во имя Отца и Сына и Святого Духа. Аминь.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. Христос воскрес. Умеешь, нет? Воистину воскрес. Воистину воскрес.哎，行，真好，真甜。哎呀，胡子挺扎的。明天就是巴斯克节，今天是三十吧。嗯。咱们迎接巴斯克节，老百姓。老百姓，干杯！斯普拉斯。斯普拉斯。斯普拉斯。哎，达纳。达纳，达纳。达纳。一人拿一个，一人拿一个，来，我们也拿一个。Okay. 但你不行，我不懂，叫啥？我们一个人。我喜欢这个最。喝酒，喝酒，谁的坏了就喝酒。坏了喝酒，哇！好了，你们这穿了，你吃的。哦！太厉害了！坏了，要产生冠军的。这李三三走了。哎呀，这个鸡蛋真像你啊！你看着，往哪撞都行。快了，快了！来来来来，咱俩是决战冠军，来决战着。媳妇，你把住呢。二三，噔！哎，我都没换呢。冠军，今天其实我也是冠军。喝酒。各位朋友，今天晚上我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到你们的俄罗斯村、俄罗斯民族乡，来跟你们一起过巴斯克。我没有参加过这么隆重、气氛这么浓的一个节日，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，非常感谢。嗯，为了迎接巴斯克，就是巴斯克节嘛，我想勉强的唱一首俄文歌，可以吗？可以呀，太好了。
Расцвет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, поплы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.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,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.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,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. Hey!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伊恩他不仅感受了蒙古族的文化，也感受了俄罗斯的风情。我觉得他当时应该是非常的满足的，所以他玩得很嗨，而且他不停地问我，我们七八月份的时候能不能再来？我想他已经爱上呼伦贝尔了。小广场上，这个广场上现在已经聚集了很多当地的居民，还有一些游客。在此之前呢，人们都在忙碌着准备这个节日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大家可以狂欢了。哎，那是今天开始，但是要这样子要玩多久？要持续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、啊？对，这种喜庆的气氛要持续。我这次来内蒙古肯定是我第一次来，之前我对内蒙不是特别了解，但是来了以后我发现内蒙古确实很大，然后蒙古人也特别好，而且不仅有蒙古人，也有很多不同的民族。没想到在中国的北部北方会有这么多民族，说明中国是非常的丰富的一个国家，不同的文化都融合在一起。所以说这次来内蒙古是非常的有意思，我的收获特别大，这里特别的丰富，所以说我希望下次大家跟我一起去内蒙古玩一玩。